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小英在今天晚上回来了，好，那么这一次她在美国受到美国相当程度的善意的对待，好，那么可是她回来之后，我相信要面对的就是赖清德的挑战。那这个独派人士啊，今天开了记者会，我想就是要挺赖清德吧。那么吴立培先生说，你卖党变动用黑上面党政人士哈、哦、不具名在那边放话，要么就直球对决，好、哦，这个今天啊，我们来看在一例一休，为什么赖清德要这样说？说我跟总统要求要第二度修法。好，那可是党政人士说啊修啊、后来好像也没有做很好啊，九合一也大败啊，哦，而且整个过程蔡英文承担的比较多啊，两个人之间包括对于特色阿扁这个事情，哦，那这个党政人士说，那你主张特色阿扁，你为什么不修特色法？然后吴立培说：“那请问，行政院长有特赦修法的权利吗？”啊，不止这样哈、哦，太多了。那么包括行政院长，哦，赖清德讲，伊是高不二三种的呢。但是党政人士说，是伊家己要做的呢。好、哦，在这样的情况下，小英今天回来，他会不会这个回应？哈、哦，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似乎有越扩大之势了哈，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今天韩国瑜也回来了。那么韩国瑜回来很值得讨论的就是，据说中国那边的媒体，韩国瑜出现的照片的次数比习近平还多。中国到底对韩国瑜是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这中间有什么样的学问？我们实在是非常值得这个讨论。那么吴敦义发明了一个特邀制度，好、哦，特邀制度。不过我看今天王金平用他的脸书非常强烈的反击，朱立伦也说征召初选那就不必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会怎么这个发展？哈、哦，除此之外，妙天今天也出来说。说柯文哲一定选总统，而且他会帮他联署。那这个柯文哲打算争取超过十席的立委，哦，成为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情势在台湾似乎有非常复杂的发展。那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第一位是民进党的立委王定宇王委员。欢迎大哥，大家好。另外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台湾师范大学政研所的教授范世平范老师，文哥好，大家好。好，以及民进党他是赖清德的子弟兵台南市议员林怡锦。红衣大哥好，各位观众好。好，欢迎。那么另外是媒体人黄创夏，大家好。以及也是媒体人王时奇，大家好。另外是桃园市议员王浩宇，红衣大哥好，大家好。好，欢迎。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个小英哈，在这一次的出访。美国给他的这个礼遇，来，我们来看不需要。大家呢正在聚精会神的看着这个电视荧幕的转播，那大家在等什么呢？其实也就是蔡总统现在正在以这个视讯的方式来参加在这个花圃举行的美国的这个传统基金会办的这个智库论坛哦。那今天谈的呢是台美关系，那总统呢也在里头特别强调，中国现在正在对台湾进行这个一国两制的威胁。我们赶快来听听看。I laid out a seven-point plan to protect our democracy, the rule of law, and economic vibrancies amid mounting pressure from China to accept a one-country, two-systems model. We are taking a much more aggressive approach
to counteract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infiltration of our society and economy. 总统的影像透过网络直达华府，跟友台派议员讲出台湾现况，更是点出中国威胁不只是说说而已。面临到很多的挑战，那么这个挑战主要的是来自于对岸，我们也都维持了我们的承诺，也就是保持现状。很可惜，在这段期间，试图改变现状的确实对岸。选在美国前总统雷根亲笔奠定《台湾关系法》的手稿前，阐明中国野心，更是台湾需要自我防卫的决心。这里是夏威夷州急难管理署，到了这里呢，我的手机是完全没有讯号，因为这里的机敏性非常的高。总统也在结束出访的最后一个行程之前，到了急难管理署这里来参观，象征意义非常浓厚。厅长罗根少将带着蔡英文参观隶属联邦机构的急难管理署，随后送他这幅夏威夷传统女性男性共同作战保卫家园画作，深得小英的心。总统，你要保卫家人吗？原本呛下说要如影随形抗议的中国侨社动员失败，万人响应无人到场，草原参观军方机构受到高规格接待，不因杂音动摇。我们真的都穿那个夏威夷衫了。 AIT 主席莫健特地跑到夏威夷接机小英总统，抵达饭店前门口热闹起来，口号还有花圈快要淹没小英总统，乔宴31桌，时间还没到，已经通通坐满。美国台湾友谊万岁！ Long live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aiwan and America！ 我要请大家放心，只要蔡英文做总统一天，我们绝对会坚守主权，台湾绝对不会接受一国两制。好，那么大家看到 AIT 的主席莫健啊，亲自到飞机上去迎接小英总统啊。那小英总统啊，他这个在这个美国利用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影像特展的开幕式，他发表谈话，一共试图改变现状的是对岸。他说，尽管我方释出了善意，中国仍然企图改变现状，破坏台湾民主体制，升高军事紧张情势，并且限缩我国的国际空间，使台湾人民没有办法信任中国，也为两岸关系带来更多挑战。台湾并非独自面对中国的挑战，美国对他的承诺更胜以往。这个是小英说的。那今天啊，这个美国夏威夷州国民兵的司令兼民防厅的厅长这位少将一直都陪着小英总统参访夏威夷州的急难管理署这个就是这位少将，那这是莫健。那这个原本说中国领事馆有意策动当地亲中的侨团抗议，但是中国在当地并没有长期的经营，不具有组织性，当地呢亲中侨团也兴趣缺缺，甚至原本要购买亲中媒体广告也被拒绝，因此策动失败。蔡英文的车队从机场到侨宴的所在的这个饭店沿路都没有出现抗议的情形。那另外是这大概是2天前的新闻3月27美国媒体的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媒体，叫做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说台湾想向美国购买的66架 F-16V 战机，美国已经倾向同意。对中国一向抱鹰派立场的白宫国安顾问波顿也支持这个案子。那我首先想要请教一下范老师，就说美国这边对小鹰有较特别吗？我想特别是他见的这个美军的这位少将啊，这个可以说是1979年台美断交以来，美国的将领穿着正式的军服，跟台湾的总统可以说并列在一个场合里面那特别是他赠送了这个夏威夷的一个话，里面是怎么样夏威夷人抵抗外来的入侵呢？其实这个意义很重大了，我相信这个中共随即一定会发表严重的抗议了。这样子。对，因为基本上来讲，这表示过去美军即便是正式的军人，现阶军人大家都穿的是便服或者是西服跟我们的官方互动。对，那在这次他可以说是
啊，毫不这个避讳啊。那而且我们看到，就是说蔡英文这次呢，当然我们知道夏威夷虽然是美国，不是美国的本土啊，是美国这个海外的一个州，但它的重要性非常重要，特别它是美国印太司令部的所在地，它是美国非常重要的军事基地啊。那当然在政治意味来讲，它不如在美国本土，因为如果小英到美国本土，你可以遇到美国的，例如说参众议员或者是一些政府的官员，那夏威夷是比较。感觉没有那么政治性，所以这次特别安排的他跟这个传统基金会的这个人员进行的这个视讯对话。因为我们知道传统基金会它是在雷根时期1973年的时候所设立的。这个基金会是美国共和党的一个智库啊，可以名列美国前十大的这个基金会十大智库。那他的这个创始人这个佛纳也是目前川普一个非常重要的幕僚哈，还有包含我们大家都熟知的赵小兰，台湾出生的过去曾经担任过在小布希时期担任过这个交通部劳动部长，现在是交通部长的赵小兰也是这个智库出身的，或者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叶望辉也是这个智库，所以跟他做这个智库的互动。那在这个视讯的会议里面，还包含了就是我们刚刚有一位这个美国的这个国会议员参加哈，他还特别提到就是说是该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时候了。那我觉得在面对中共对台湾其实一国两制已经越来越迫切的时候，我觉得包含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美国印太司令他这个戴维森也公开的表示，就是说习近平所提的一国两制的方案不是两岸双方的意愿啊，而且他强调就是说要强化跟台湾军方的合作，改善双方的联合互操作性。也就是说他，我觉得美国现在的军方也好，其实一国两制照理来讲，美国的印太司令应该是不会去 touch 到这个所谓的政治议题，对，但单纯只是这个军事议题。为什么 touch 到政治议题？我觉得美国军方也紧张了。OK， 好，那因为小英回来了，那么我想明天开始小英跟赖清德之间初选的竞争会越来越白热化，越来越激烈。赖清德的书，昨天其实谈到一点，我们还没有谈到，就是他说他要接行政院长发布之前，他跟小英总统见面，好，然后就一些议题做最后的确认，最主要是四个议题。那其中第一个议题就是劳基法修正后，这是赖清德在这一本书里面，好，这个白纸黑字写的。赖清德说，他认为应该再修法一例一休，好，劳基法修正后的一例一休等问题很严重，对台湾的产业冲击很大，企业跟劳工呢也有很大的困扰，他认为应该再修法。总统是否同意？蔡总统表示同意再修法。好，我先请教一下时期，赖清德攻击是被冲上？其实他那本书重点是在讲他市长的政绩，还有当阁揆一年多的一些成绩啦。那其实昨天我们也跟这本书的作者郭崇立有过联系嘛，因为郭崇立都是我们同业的好朋友。那郭崇立其实有一些惊讶，就是说其实他在跟赖清德做访谈的时候，赖清德并不是采取一个攻击的态度啦，也就是说当媒体把他做成一个标题的时候，看起来这个英跟赖两边的火药味就很重，那赖清德只是在陈述说当时他还原当时的这个背景以及他上任之后做的一些事情。那我觉得我看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就是说赖清德他用他站在行政院长的立场去这个诠释这些法案的过程以及这个说服的过程，那可是放在党团的立场，放在蔡英文的立场，可能就因为我们看的角度不一样，所以双方的这个讲法就会都会有利于自己，这是人的天性，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那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对或错，那就是一个还原事实的过程。那譬如说当时也这个参与，对不起，那没有对跟错，为什么党政人士要出来讲说劳基法修法后都的确引起民怨，但赖内阁提出草案以后，过程中也引起很大的争论，二次修法完成后仍然成为1124败选的主要的因素，这是行政团队跟立法院党团都要共同承担的，而且蔡英文还承担比较多，那何必叫党政人士出来讲这个？
因为我刚刚讲过啦、嗯、每个人都会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待事情嘛，就诠释的角度不一样啊、哎、每个人都会趋吉避凶，都会都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讲法来说、哎、来做诠释啊、嗯、那如果这本书当中他采取了一个对自己有利的说法，那可是站在其他人的角度来看，恐怕并非事实的原貌。嗯、那所以另外一方，故意讲这对自己有利的，我没有说他故意讲、嗯，我说人类趋吉避凶本来就是一个天性。嗯，那他站在他自己的角度去回想当时的状况，他认为他的认知是如此嘛？嗯嗯 嗯, 嗯。那也有站在不一样立场的人的认知，跟他不太一样嘛？嗯。那所以双方就是对同一个事件有不一样站的角度的位置，做出不同的诠释吧，才能还原整个事情的全貌。是参与其中的詹顺贵今天也 PO 了脸书了，詹顺贵也提到了劳基法的这个一立一休的这个过程，他说对党政人士讲的讲法是对的，那也就是说党政人士的讲法是什么，就是说他要二修，然后二修的时候，他提出二修的时候，赖清德想要二修，他想要二修，蔡英文同意嘛？然后他提出二修的版本的时候，蔡英文人在国外嘛？对。那当时的赖清德是跟大家是保证说他就是去说服党团啊、立法院啊、等等的，就是这个版本 OK 了。这些过程是如此，那可是到最后这个版本送到党团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大家都同意？看起来还是有很多争执的过程啊。詹顺贵是PO了还原当时说，对，其实他弄了这个二修的版本，可是还并没有如他所说的说已经搞定了大家。哎哎，那所以接下来那个沟通的过程又花了很大的时间。嗯，我会这样觉得，就是说，因为赖清德当时是行政院长，蔡英文是总统，互相切割是切割不掉对方的。嗯，你们两个的执政永远绑在一起，那一段时间你们就是生命共同体。嗯，所以不管是出书，不管是反驳，其实都无助于整个事，我觉得都无助于大局。嗯，因为所有的账就是书都已经出了、啊，所以赖清德也不要想说这本书可能你出书我就非得反驳不可啊。是他，我的意思是说，你出了书也不要以为说这本书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效果了、嗯、因为所有的责任都是你们两个共同承担的。嗯哼，来来来，庄先生，你怎么看？其实基本上你要先看的是说，通常我不知道出版的过程，所以大概在写这本书在送到编辑台之前，那时候赖清德可能没跟琼丽讲说他要参选，所以呢当时的时候他可能只是要去陈述一下，但是他当然现在因为要参选了，所以这些事情的敏感度都出来了。可是有一件事情要讲的是，其实当时一立一休最重要的人，叫郭国文，他也过关了。他这次在那个补选上已经过关。当时是劳委会的政务副主委，政务副主委，而且就是他开始去处理这个案子的。然后一立一休引起了这个，他是去处理的是第二阶段还是第一阶段？第一阶段，第一阶段就是郭国文。所以今天你要把一立一休还当成是一个罪状的话，那郭国文已经过关了。其实这时候你再去吵这些问题，过得很辛苦，就对，是很辛苦。可你再去扯这些问题的时候，已经变成是一个过去式了。对，那当时这本书出来之后呢？会变成是赖清德这个时候出来的时候，他变成了会给我们这种外人来看哦，是一种在想要可以自己先做一个防火墙，因为现在回来之后，他一定要将来如果是个协调，然后就要去辩论，那辩论的时候呢，蔡英文在他登记参选的时候，那种免礼针已经告诉你了，你说我的他要隔什么防火墙？隔防就是蔡英文讲了、啊，你是我任内最久的行政院长，你竟然是我任内最久的行政院长。对，你们说如果说我做的造成了民进党的政权的危机，那姐姐我承担了，那清德弟弟，你是不是你的五百天，是不是我们的共同体？所以他就要开始呢写这本书里面哦，这些事情哦，我有提过，可是呢，我有处理过，是因为蔡英文不同意，不然的话到时候呢，因为他赖清德现在在挑战蔡英文呢，他当然是名望啊或者是喜好度是比蔡英文高，可他有两个道德上的一个正当性，第一个是你的那个需求性是你就说你会赢没有错，可是摊出来之后你跟对手韩国瑜啊或怎么样，你也没有赢蔡英文太多啊，你也没保证你一定赢啊，那这个时候造成这么大的困难，这个事情是有问题的。第二个就是蔡英文的所有状况，你都是在他最旁边的，蔡英文也给你了，台湾人有时候是想说蔡英文跟你本来就是命运共同体，那我不对不起双休，我搞不清楚
他写一例一休这个事情，他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一例一休，他就解释是因为他这个二休的过程中，他有一个最有名的，当然有时候在民进党里面不好去讲的，就是赖功德，叫什么？赖功德啊，功德院。有时候他不是讲要在处理这个过程中，不然偷了一句做功德这件事情嘛。对。然后也是去年的网民最讨厌的十句话里面第一名。所以他知道他这个压力在。他想要去诠释说他在过程中是多么艰困、多么困难，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呢就是把这防火墙过来。那一定要把这个一例一休，然后这些做这个让中小企业、让民进党失去了原来的中小企业，对不对？中产阶级这些的困扰，对，都不是我的错。不然的话都是谁的错？那当然就是总统嘛，因为总统们，我有跟总统讲啊，但是总统没有处理好啊，或者总统没有完全的支持我啊，或者有很多的问题，他其实想要去把这个防火墙做到。不然到时候真的去辩论的时候，把这些事情摊出来，把你的那个蔡英文这两年多的时间的政资摊出来，你就500多天了。你这500多天，你怎么告诉大家说，因为我要取代蔡英文，是因为？我的很多事情是蔡英文的错，因为在台湾人里面是说你们两个人本来就是在一起的嘛，所以他这时候要做这些，里面包含色贬啊和各种东西，都在为自己做个防火墙。我有提过是蔡英文不听的，不然的话他怎么去说服观众说我跟蔡英文是可以切割的，我跟蔡英文是不一样的。党政人士劳基法修法后的确引起民怨，但是赖内阁提出草案以后，这是第二次了嘛，对不 对？二修了嘛。过程中也引起很大争论，二次修法完成后仍然成为11月24号就2018年败选的主要因素，这是行政团队跟立法院党团都要共同承担的，但是蔡英文承担比较多，也意思是说你到底是要切啥啦，就是大家都有政治嘛，你是要切啥嘛，应该是这样说嘛，那个怡锦是不是这样？赖清德没有要切割啊，没有切，他讲这个要干嘛？这个背景是这样嘛，这个出这个书当然本来反正一个记录他的一个从政的记录，所以我觉得这个压根跟选举没有关系。那当然他现在已经进入选举了，对呀、那你说跟选举没有关系，可是每个人都把它解读是跟选举有关系，是刚好这个时间点出上一本书也有关系，上一本书的时间点其实就是在2015，刚好这个时候出，是在刚好这个时候就是要初选啊，那刚好不是因为他刚好这个整个整理作者写完，然后可能整理编辑出版，刚好就这个时候嘛，所以我那你可以跟出版社讲啊，起码熊兵干丁满家给他出，这个是可以讲的啊。那透过这个时候，因为他这个是他的从政的历练的这个过程的记录，其实如果透过书本让人民知道说，他这个他的这个市长任内跟他阁揆任内，他做了什么事情，其实这也是一种宣传的方法。可是我不觉得啊，我真的不觉得，因为很明显，这个作者郭琼丽也有驳斥他今天也有驳斥，他强调说。出这本新书压根跟总统选举没有关系，是因为那个时间点根本凑不上，而且原意赖清德期待的就是说做一个他从政的记录，所以我想这个很明显的是这样啦。所以你可以这样讲，可是别人会这样想吗？那如果对我说，我被错算，结果基本扯出来。所以我同意。明天再写新书发表会呢？我同意。我立了公新书发表会，我选后再弄。就个人会解读不同，可是赖清德本人或者说他的团队，其实对于这本书这个时候出，是觉得就刚好就按照这个时辰啊，切了虾后啊，当然爱个出啦，啊，不被什么时阵出。OK， 来，看一下这个啊，今天啊，因为啊独派哈啊开了记者会，我想独派应该比较支持赖清德啦。总统府之政吴立培说。蔡总统如果觉得赖院长讲错了，故意扭曲，应该直接直球对决，而不是透过一位不愿具名的党政高层人士来回应。然后呢，吴立培质疑，为什么蔡总统的回应是透过一个不愿意具名的党政高层人士来回应？他相信赖院长这个人啊是直来直往的人，不相信他会讲这些谎话。就刚刚那四点反话。这个至于特赦陈水扁的议题，这位党政高层呛赖清德，党政高层又呛赖清德特赦与否固然是总统的职权，不过赖清德身为蔡英文政府目前任期最长的阁揆1年4个月，也不曾在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提出要修特赦法啊，
哦，努力让阿扁可以符合特赦的要件啊。啊，吴理培是说，那要不要说秀棉法？难道是行政院长有主导权利吗？啊，王伟，当修法行政院可以提案，就像我们今天苏贞昌院长刚丢出三个优先修法案。嗯，酒驾致人于死可以判处死刑。嗯，啊、哦，然后跟中国签订任何政治协议。哎。必须经过非常高门槛，几乎等同修宪的一个公投程序。嗯，还有80000个临时工厂登记要继续辅导。对，我举这三个例子，今天院会通过，他就丢过来我们立法院，不管赦免法或任何其他法律，行政院当然有能力也有权力去启动修法。嗯，立法院也可以主动启动修法，反而总统在这一块上，总统没有权力。哦、总统没有权力啊、哦，没有。总统每当公开公，行政院立法哈，丢给立法院不可以。哦哦哦，宪政制度上就是不允许、嗯嗯嗯，所以这份权势有错。但你注意看这两边的攻防哈。哦，哪里拍摄哦？哪里是啊？那赖赖清德公开没规，他讲不过去啊。不，他也没有，就说赖清德的任内也不是闲在那边，给他淡嘛。他太多事情要处理。我们现在最常遇到的支持者的攻。那他何必去写什么？我有跟总统讲到特赦阿扁，总统说他会处理。所以刚才实习讲的一件事情是对的，我到现在都认为赖清德就是蔡英文，蔡英文就是赖清德。当支持蔡英文的人去攻击赖清德，或者支持赖清德的人去攻击蔡英文，嗯，都起来抬咖基啊。然后唯一消灭的就是2020总统胜选的那一丝机会。嗯，我们不是很好选呢、欸。不是说哈，票没去，不是啊，可是他就书里面就这样写。对，啊、他书写出来之后，这个产生一个效果。现在最担心的效应是啥呢？你看两边哈，主帅再怎么有风度，嗯，好了，这个所谓的党政人士讲话，嗯，那支持赖的这边的独派大耳公啊，黑的小英给你出来讲，哎，谁说的？嗯哼，谁告诉你那是小英授权出来他做沟通的？嗯，蔡英文不会这样做这样的事情。同样的，赖清德写的回忆录里面。片段文字去解释好像有一些问题、嗯、可是我不会认为他去刻意要去伤害蔡英文、嗯、可是对蔡英文的支持来讲说吼嘿你家都你走你这么怪吼蔡英文詹顺贵是赖清德任内的环保署副署长哦、嗯、他今天就他自己他就具名来回应这本书里面讲的劳基法再修的过程、嗯、他里面讲了一个重点他说书里面写说是由劳动部提修法版本，詹顺贵说错，版本是行政院你丢给我的、嗯，叫我们送上去。我可以作证，因为我太太跑劳动部。谢谢谢谢。所以不要这也不用说他是居民的嘛，而且他是赖下来的，他是赖院长任内的次长嘛。对，那这个事情就是很清楚。所以赖院长的书里面，书不可以下下几百趴，我给你口述，你可能嘛有一挂起绕高几两行。嗯，可现在问题就出来了。嗯，双方的支持的。极度支持的，就往最坏的地方去解释。嗯，你故意要卸责，所以我要出来具名攻击你一下。那这边说你啊，找一个不具名的蔡英文直球对决，啊，一起尬了，一起尬了，叶锡尊，真的是伤害胜选的少数机会。基层的支持者或者是现在去支持人，我觉得正面去表示支持，去讲1000个赖清德的优点。不然，我问你嘛，就是讲，那就赖院长既然说他要特赦阿扁，他其实他可以修啊，修特赦法啊。当时如果修特赦法，嗯，好、哦，行政院丢出来，那就看立法院把它变优先的，就可以讨论这一块的嘛。行政院有提吗？我当然是没有嘛。啊，所以我问，那你既然要特赦阿扁，你为什么不提呢？这个就鸡生蛋，蛋生鸡，所以我是说这件事情去指责赖清德，同个时间我也可以去指责蔡英文。哎。是绑在一起的，所以这名公美行政都被特色的人，没有等会我干嘛吼？观众不接受你们这样，我觉得观众应该是说，对，到底是什么？不啊，它很简单嘛，特色法从头到尾，行政院版没有送进来立法院过，是吗？那你为什么赖清德要去讲说那个总统有答应他，但结果没有处理？问他。你写这一段到底因为赖清德有发动权嘛？你有发动权，你自己有武器，你不去发动，哎、那你现在怪蔡英文特赦某个人，不管是陈前总统任何人，嗯、特赦的那个文是由法务部长你的。因为我干嘛吼？行政院的，我干嘛动员写爱团结？但是咱大家要讲个清楚，因为观众才知道说到底是非是在哪里啦。秦策写都已经出来，不是别的了，没有送。嗯，但没有送的原因跟他写这一段的理由在哪里？嗯。我不知道该谁，但我反正大家都往最坏的地方去解释，那真的就不好。等一下回来啊，
就你们不讲，把它讲出来，才会往最坏的方向跑了。嗯，共存马西龙。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了，先休息一下。好啊，欢迎继续收看《政治道》了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 VCR 其实是小英总统在出访之前去登记初选，以及赖清德登记初选两个人之间的谈话。来，我们来再来看 VCR。担任台湾的总统啊，必须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台湾现在处在一个外面有压力、有危险、内部有挑战的一个情况，我们需要一个总统熟悉国际事务，懂得跟国际不同的国家或者是团体或者是政治人物或者是民意代表能够互动，而且能够做折冲。作为台湾总统的第二个条件，我相信各位都知道台湾面临了很多的挑战，也有很多的问题。那么在过去的执政者很多都选择回避这些问题或者是拖延这一个问题，执政者其实必须挑起责任，开始处理这些长久以来让台湾的社会不能前进的这些问题。作为台湾的总统的第三个条件，那就是这个总统不只是明星球员，这个总统还要是一个好队长，他必须挑起所有的责任，即便是柴米油盐都是总统要去挑起责任处理的事情。所以这个总统必须是勇于承担，也勇于挑这个责任。这件事情因为赖院长是我任命担任最久的院长我相信感到意外的大概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补选完了以后，我们全党上下准备要迎接下一个挑战的时候那发生这件事情确实跟很多的我们党的支持者跟我们的党员的期待是有一些落差不过没有关系，做总统的就是要接受挑战。面对中国的步步紧逼，台湾的处境更加的险峻。然而我们看到国民党的因应之道，却是竞相提出要跟中国签订和平协议。西藏血淋淋的教训告诉我们，和平协议没有办法阻止中国的变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要独立自主。台湾要继续过自由、民主、人权的生活。台湾不做第二个香港，台湾也不做第二个西藏。但是，站在今天这个处境，来看2020年的困境，有许许多多的声音督促我，一定要承担责任。好，那么今天本土社团台湾社、北社等团体今天举行2020确保台湾会赢记者会，那吴立培有出席。那吴立培说，外国有很多总统没有选上就没有选上，宪政体制还继续走，没有跛脚。更何况，如果蔡英文成功连任，下一届任满前一年，不是也会跛脚吗？然后他说。这个台湾社的社长张业生说，候选人应该要主张台湾独立，反对维持现状。所以他其实就支持赖清德嘛，好，那就反对小英嘛，因为小英是维持现状嘛。张业生说，积极推动司法改革指标之一就是要特赦陈水扁总统。吴立培说，常听人家说赖清德出来，民进党就会分裂，不能团结，他不知道怎么合理。不知道如何理解这样的逻辑，那意思是说，民进党不能有民主机制，
走民主程序，否则一竞选就要分裂不团结咯。吴立培说团结是必要的，分裂是不可以的。好、哦、吴立培说，有人说赖院长没有国际观，这个他也不了解。美国过去几任总统，例如雷根、小布希、克林顿、卡特，这几个都是州长出身，难道他们就没有国际观吗？而赖清德至少做过立委，也当过市长两任，这样的人没有国际观吗？好，来，那我想请教一下浩宇兄，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其实赖清德刚出来的时候，我想大部分人都不认为他有机，就是小英继续有机会了，好像就是要被淘汰了。嗯。可最近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整个去观察整个风向吼，我觉得小英打了很漂亮的一仗。嗯。哦，这个是没有带任何的一个立场去看哦。第一个就是说，他的这个行程安排、出访的安排，其实跟韩国瑜刚好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美国，两个去做一些这样子的一个议题的一个凸显，把两岸议题带到最热门的一个中心。比如说这两天我们看到两岸议题整个是非常热的、嗯、第二个就是它整个网络操作的能量非常非常的让我惊艳、嗯、我昨天看那个数字，骂小英的这些声量留言在过去一周下滑了30%-40%，夸赞他的多了20%-30%。这个是上一次、那个比例是你自己评估的，我们自己有一个软体可以计算这个语义分析哦。那这个是我上一次看到这么大的一个幅度改变，是在那个世大运之后柯文哲的遇到的状况，所以代表说这个小英的网络操作是很强的，所以我对赖清德的参选我有一个几个担忧啦。那什么担忧？就是其实大家要记得2018年我们是怎么输的嘛。2018年我们之所以会输，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的网军过来，他用大量的资讯量，用社群用这些内容农场来散播谣言嘛。那如果你赖清德在网络的操作上，你还是没有展现出你网络操作的能力，你要怎么去对抗这些大量的对岸来的网军跟这些资讯量？这个是我觉得赖清德应该要好好的思考。所以我一直劝赖清德说，网络操作的部分会是他这次的罩门。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看到民调的幅度，小英的民调提升，包括我们绿党做的或其他人做的，其实都看得出来小英快速的在提升。如果照这个速率，再过一个礼拜小英刚好赢，不是不可能耶。那他会不会继续赢？有没有可能继续上升？如果已经上升了到对比式的部分，看起来差距并不大的状况之下，赖清德参选的正当性是什么？第三个是赖清德其实刚刚如同大家说的，在执政上你也当过行政院长啊，你如果要出来挑战小英，你也必须要负担小英负担的很多的一些政治责任。你有什么理由你可以完全切割？我觉得这个是大家会想问的。那最后就是说，其实在这段时间包含等一下麻烦你网络声量这些部分，看起来其实呢整个它的正当性我觉得已经下降了。所以在过去一周其实很多人没有看清楚形势，甚至独派还是一直push赖清德。可是我觉得赖清德如果再不找回自己网络的发言权，再不找回这些网络声量，然后再不改变他的战略，我觉得可能蔡英文还是有机会会赢的。你说初选吗？对，我觉得有机会。一姐，网络声量真的赖清德有输成这样吗？说真的啦，因为赖清德现在其实也没有自己的所谓的办公室，好，说真的也没有自己的人马在替他辅选总统这件事情。你看他去登记的时候，就两个医生陪他，好，一个老师，好，所以其实就是这叫他所谓的民间友人。他也没有跟我们这些政治伙伴们商量或者是讨论，或者是说好，那现在已经决定要选了，那邀请我们一起替他组一个团队，其实也没有。好，所以他没有 team 嘛、啊、就我了解目前真的没有。你有没有每天跟他见面呢、啊、他只有就是说他把他以前在当市长的时候负责他的脸书的同仁把他找回来。好，那我就我了解是这样。对，然后可能原本我们现在台南市党部有一些党工可能就是原本也是以前也是他的同仁，那他也可能有在私下帮他的忙，看起来是如此而已。所以其实如果就这样的党工不行了、那就私下帮忙。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其实如果这样子的量跟小英当然是不能比啦。那当然，我觉得当然赖清德决定要来初选，我觉得他一定要有万分的准备啦。那这部分其实我们也替他蛮担忧的。那所以其实应该要好好的。那请教你，因为刚刚的讨论呢，其实好像已经脉络出来，就有关特斯拉扁的部分，
同意赖清德说他想要特斯拉编，可是他当行政院长，他可以去修法呀。刚刚我们讨论说他可以去修法，那不会讲假。我理解是讲吼，其实伊会讲这几点，我感觉伊是咧表达伊的主张啦。好，是讲伊的主张就是特色阿扁哈，举姐也是主张特色阿扁哈。那可能每个人对于这件事情的那个主张不一样。那他要去任小英的行政院长，我觉得他是表彰说，哦，我主张是安尼。啊，你的主张伊那不会做。啊，当然，我觉得，因为说真的，书的内容我没看到，我还没有看到。可是我书内容真的有了，你不可以这样子。我是听到媒体的那个书摘的部分，理解的是说，他举这四点，基本上是说啊，我得要来这列行政议定啊，这几项吼，咱是不是爱当这個？有一个共识，还是你基本上爱同意，还是讲同意我的主张？有啊，伊有讲小英说，嘿，同意啊。啊我刚刚讨论起来，就是说行政院长应该要去推特色法。可是问题是，特色阿扁还是总统的权啊？没有抓你，可是要先留法啊。可是话讲回来是，是小英如果这个主张，他没有要这样的往这个方向去推的话，立不进的话被冲杀。对，你这个款是你总统，我跟你讲，这个款是总统。所以我是认为，当然我感觉那是一开始。所以是讲又问赖清德，问小英啊，小英无要个特色，所以我拢边修法，意思是安尼吗？不是因为吼，我跟你讲啊，你要这样观众团结，你要怎么立营团结，他们不会团结，因为根本没有是非啦，大家都在那边把那个问题哦盖着，然后不让大家知道，没有人会同意这样啦，对不？没有，我不管，因为我今天不偏任何一方，我觉得大家应该把事情讨论清楚，哦，谁讲的有道理，要一一把它弄出来理出来啦。赖清德，那个书的内容，他讲提这几点，包括说，他要二修这个劳基法，因为他能理解说基层，这个中小企业对这个本来一修劳基法，修后之后的那个的愤怒或者的抗议，所以他觉得这个如果没有修，这个会不得安宁，所以我觉得他会提这几点，包括他因为当然出身南部，对于特色阿扁这件事情，我想基层给赖清德的压力应该也很大，因为他也主张，其实阿扁是应该被特赦，所以我觉得他是表达他所谓的人民的心声，那当然很多权还是在总统身上，包括我就特赦阿扁的事情嘛，所以我觉得当然这是赖清德表达，所以你今晚什么没把兵攻小英某就点了对吧？因为全在他身上啊，无这个代志，咱即马是变他改管啦，我都看无啊。已经够，伊做行政院长的时阵吼，你看，二修劳基法了，一个改管五缺的代志，好，然后一个下乡二十二管区，好去座谈，然后去向管区六座谈，不分东派去了解地方需要啥物，所以我要开真侪时间是伫要解决民生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讲其实。这种政治上的问题，我想迄阵没有心力人处理吧。好，那我的心力够敢点出来呢？我觉得真的没有讲出我们所希望知道的答案。对，今天如果赖清德你是行政院长，你要如果你真的要修这个赦免法，很简单，叫法务部长过来。让我讲一下我的感觉，就是大家吼，德瓦里也卡修都，然后说啊，我们团结，我们感情很好哦。那跟国民党没什么两样。对，你觉得观众能接受吗？恭喜在。对啊。就是说，你今天如果不是说你们要去攻击，我们要把道理就你如果你认为说特色阿扁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你认为赦免，因为赦免法现在没办法，要修嘛，才能够让阿扁能够特色嘛。对，那这个情况之下的话，你就应该，例如说要求法务部长，我们提案，然后那我们提案到立法院，然后请立法院要修法嘛，然后甚至我赖清德可以拜托立法院长苏嘉全，对，召集所有的立委。然后我们来协助嘛。如果你蔡英文你反对，我辞职嘛。我表达我的意志嘛。是。你这样才让人家觉得说，哎，我有在发动，还是蔡英文挡我？我举个例子对比就很清楚。那时候劳基法要第二次再修正的时候，那赖院长除了把版本丢给劳动部，这张存会说丢上来以外，他也到党团告诉大家这个一定要过。然后党团我们开党团大会的时候说明之后，把它排入优先议程。所以有任何法，不管是特色法或相关的法，要推动的模式是这样子。那我必须讲说，在特色法这一块，没有走过这个模式，没有走过这个立法的过程。好，那我们再看哦，
也许赖院长这个政见话表会他可以好好讲了哈。也许赖院长可以接受媒体的访问，他也可以好好讲哈。因为我觉得大家还是想要听到最重要的真相。你先把电话注定的是你要去杀的嘛，哈。这个赖院长啊，他接受了在新书发表会之前接受了《远见》杂志的专访，然后赖清德坦言，他说啊，他要突然宣布参选，连总统、秘书长陈菊等人事前都不知情。他坦言，其实我对他们很抱歉，好，我出来的确让党内同事很为难。他说，希望他们可以谅解，他并非为了个人，而是民进党的情势非常艰辛，而且台湾的处境非常险峻，所以我出来争取接棒，承担责任。我的参选不是要否定过去，而是争取一个更好的未来。好，那他说，赖清德在远见的专访里面说，原本卸任后回到台南，他想要过退休的生活，他想过每天睡到自然醒，好好看几本书，这是政治人物最向往的。第三，他是想要去钓鱼，但是后来的立委补选出乎意料，台南是民进党最强的城市，其中第二选区嘉义、麻豆七个。又是台南最强的，这次提名的郭国文民调由领先，先被到被追赶，最后输10%。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不得不站到第一线，全力辅选。赖清德讲，深入基层，他才了解，原来基层对民进党无像以前遐支持啊，因非常的焦虑，非常的烦恼。2020年一旦总统输掉，立法委员又大幅减少，那恐怕失去的不只有政权，台湾的民主跟主权都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因此，他决定出来扛起责任。好，那我的解读意思讲啊，本来我嘛唔知道我想要退休啊，要死我落去辅选，你知影讲个代志这严重啊，政权要输去啊，要输去啊，对不？好，所以我站出来。这是唯一的理由。来，我这个我真的，其实我真的要提醒赖清德。我们看网络，我们观察这么多年，就已经看得出一个趋势，就是所有的网络攻击都是向着蔡英文来的。你以为你赖清德如果出来选，你出头之后，网络攻击你不会伤到你吗？你知道蔡英文为什么那么多负面声量吗？因为他背了所有的网络攻击，这些网军的这些所有的攻击。所以赖清德，你今天为什么你不会被攻击？因为你不是总统。所以我真的很担心赖清德，所以我还是对他有一个忠告，就是说，如果不管你初选会不会过，你网络这一块你要告诉我们年轻人你怎么做。因为今年、去年的选举，网军已经过来一批喽。明年我相信中共一定是更大量的网军，用资讯量来压倒台湾的政治，压倒你赖清德。你能不能去应付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点嘛。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移警委员回去是不是可以跟赖院长讲一下，就是说网军这一块你真的不要小看他这些内容农场的谣言，一天人家可以散几十条、几百条的谣言出去，你要怎么回应？蔡英文是输在这个上面。所以蔡英文输在这个上面，你们有没有误判情势？庄校你怎么看？我刚刚看他那个整个接受远见杂志的访问里面呢，对，情真意切，但是呢，也许问题写对了，但是答案呢让我看不懂。什么意思？因为问题写确实民进党现在是很为难，确实整个情况，然后老百姓对于民进党的心，民进党去年想要教训民进党的心，这大家都知道，可是答案怎么是说，所以他们都不行，要由我来，就是他这句话就直接跳过去了，蔡英文不行，所有的民进党人都不行，就是我能来。可是这里面的中间连结，你凭什么能来？他没有说明。你凭什么是我出来就会不一样？我出来之后，民进党就会振奋起来。对，没有说明。那再过来是这么多的险峻的问题。比方说什么东西，他要说明。对，他讲台湾很危险嘛。那危险在哪里？对，你的具体你看到的危险，跟我们老百姓的看到的危险，或民进党的支持者看到危险，在哪里？你也能里面，你的书也没有。对，或者是那这个危险就是我能够来拨乱反正嘛。那拨乱反正我就站出来。那我的这些乱是什么？你心目中的乱是什么？是你要把它讲出来，是除了百年一见的政治奇才之外，那个百年一见的政治奇才，它到底造成了什么问题？对，你要写得清楚啊。如果他这些都没有讲清楚，对，他都没有讲清楚之后呢，你就突然之间天下戏
集团出的是他这本书，天下集团这种是台湾最大的很大的一个出版社。对，这个程序这个数据如果没有刻意的安排，你不会选在蔡英文回来这一天再出一个新书的。哦、所以你认为这是其实是有计划的？这有计划，因为这个这是为了选中，我们以前都是从杂志出身，都出版社出身的，出书的一个什么时候叫新书发表会，什么时候接受相关集团的专访，其实都是可以安排的。那你相信他本来是要退休的吗？那如果看到这本书，你会相信吗？那我会说，那我的二十几年的记者生涯，显然就是回去好好检讨了。哦，对，不太可能啦。就是对赖清德这样一个政治明星来说，他年纪也不是那么的大，所以他48年制，今年刚好60岁虚岁。或许他卸下院长的职务的时候，希望可以休息一阵子，但是我不认为他会存心觉得我就此退休，从此不再踏足政治江湖，不太可能。为什么？是因为跨车钓鱼，没有那个是要仰望，他可能想要仰望几年是有可能的。是因为我认为啦，就是蔡英文他是要连任的总统，所以他未来跟赖清德之间一定有谈过，我们接下来合作啦，一定有谈过，不可能说，哎呀，你这个大明星啊，你赶快，就你要退休好，拜拜，不太可能啦。对于整个党来说，那就策略面，我这样观察，就是说，因为赖清德觉得真的只有他自己了，别人真的都不行，必须由他出面，好。因为你的民调也都是最高的，所以你的策略面其实不应该采取攻势，就你应该持盈保泰，因为蔡英文落后你非常多，那如果你采取攻势去强攻这个已经很弱的民调很弱的这个人，你会造成一个反效果，大家回过头来同情这个弱者，说哎、他已经够惨的，然后你民调这么高，你一直强攻他，我觉得策略上面倒是可以建议赖清德，策略我觉得有一些问题啦。那至于说他接受这个专访提到的这些论述，其实他之前也都是这样提，也就是觉得他觉得没有别人，只有他。可是他的确会造成一个效果，叫做自我否定，民进党的自我否定。因为你们有连任的总统，可是却有人出来挑战他，这件事情不是你说不会有自我否定的问题就没有，他一定成为将来大选国民党最好的攻击武器。那在这种攻击下面的话，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说，不管是谁出现都会很难跨越这一关。